好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下我们这个棒球传奇巅峰对决。那最近啊，这个游戏还蛮算不算热门啊？也还不知道啊。那一共有三个联盟可以选嘛？那球队就多嘛？那当然有一种比其他的那个单一联盟还要有一点卖点哦，有点卖点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来抽一下，看几率怎么样。然后保本箱，黄金选手保证包有两个，一个是 KBO， 一个是国内 CPBL。 那有一个黄金保证包，看你要选哪一个联盟的。好，一般选手164，高级选手包三个。那怎么跳出来？我们先抽这个啦，看有没有机会拿到钻石。这个金币好像是升选手等级的一个媒介。好，那我们从一般开始。先抽四次。抽十送一耶，这好像分铜卡、银卡、金卡跟七彩。最后一包，然后再来就是160包。吴哲元，好，十连抽，然后看起来好像是10+1 CPBL。看可不可以先中台钢的啦，叶宝弟、黄伯龙啊，反正就一些先发选手嘛。那最近的叶宝弟、保胜大帝不是很红嘛，所以我们先抽看看有没有抽到他。来吧，点击三秒缩图。
好哦。诶，没有保底机制哦，最高就是银行嘛。好来，再来哦。那是165重。哦，有一个黄金哦。五多，陈宇勋，黄金的哦，等一下再开，吴有吕有贞，来吧，夜报第一轮，谁的问题？邱志成，看我要抬杠的啦。哎，这个出场很像是 2K。哇塞，看起来很棒哦。看不出有没有保底，没有。哎，吴又成，吴明宏，哇，大师兄林志胜哎。马杰森不是那个林湘的绯闻男友吗？按错了啦！按到一，还是没有黄金。林紫薇，苏伟达，叫我买十送一吗？还是没有黄金，根本太难中了吧？真的买十送一，我刚刚把单抽，还是没有哎，志伟我大哥。关了，怎么都没有抬杠的银卡、金卡？还是没有金卡？雷公耶！来个金卡吧，
但是还是没有，太夸张了。该来进卡了吧？还是没有。再没有，看他这没有哎，该来吧。哎，真的没有，根本太夸张啊！金卡这么久还没出现，又没有，看这个几率只有一开始的20抽中而已，我都不知道我在抽什么，还没有，你看。也没有什么特效，最后了。还真的没有哎，3包高级选手包，走私器，哦，这个用金币抽，
但50万呢？哦，几率不很低耶。有一张，真幸运。来吧，白杠雄鹰，副帮很强。曾俊乐，啊，有一颗星。那就来抽保证宝。KB 有了保证宝。先发投手。这谁啊？威廉·奎瓦斯，看起来是速球型。我刚得到三颗星，算好的。白杠雄鹰，兄弟像，怎么投手啊？怎么都两投？可惜。
有可能抽到宕机。Round One Studio Beyond Sports. Fantastic Baseball.最后一包 CP 别 干嘛？他刚来的吧？魏全龙，怎么都投手啊？好，来了，最后了，会不会最后送我一个黄金？没有。好，那就抽到这里了啊！四个吧，抽一抽。好吧，那我们准备强化了，那下次再秀给大家看吧。好，这里是礼拜怪皮套，我是李白。那我们这次测试真的是165抽完，只有两个黄金，没办法，太难抽了，大家拜拜。